就是这样拍，因为都是树啊，这边比较少人啊。光这种东西可以后置，可以后置，是靠修出来的。这女人啊，才刚在门口而已，就要给我搞个半个小时。在露营，竟然这样跟我说下体好冷，下体好冷，下体穿纱裙，哦，有够冷的哦。